喊点蛋仔小时候的样子。伙伴们，快看看，你们是看着蛋仔长大的人吗？伙伴，快看呀，这是一岁时候的蛋仔啊。叮叮叮，那时候的蛋仔都穿着一个白色的大裤衩子，身上只有一种颜色，就是黄色啊。伙伴，伙伴，那时候的蛋仔非常的卡哇伊，长得全部一模一样。叮叮叮，这是一岁时候的蛋仔啊。伙伴，快看呀，这个蓝色的蛋身上竟然没有胳膊。有很多伙伴告诉我说这是两岁时候的蛋仔啊。叮叮叮，那时候蛋仔还很小，可是怎么会没有胳膊呢？为什么？叮叮叮，伙伴，伙伴，你们还记得这时候的蛋仔吗？身上没有胳膊啊。叮叮叮，伙伴，快看呀，这是蛋仔三岁时候的样子。那时候我们的蛋仔岛已经非常的全面了，只不过有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，那时候的蛋仔，伙伴们注意看，他们的表情都非常的奇葩，星际来客居然还算好看的，不信你们看。淘气丸子，纠结太郎，哎呦，一个比一个奇葩。伙伴们，三岁的时候应该是最丑的蛋仔了吧？饶舌诗人，我都无法形容。他的嘴巴，香肠嘴。伙伴，伙伴，这就是三岁时候的蛋仔啊！你们是看着蛋仔长大的人吗？